精英律师黛西从试衣间走出来，靳东瞬间不淡定了。近日，精英律师正在火热播出中，这部电视剧的阵容可是非常不错。本剧由靳东、蓝盈莹、孙淳、田雨等人主演。该剧围绕全警律所的职场江湖，讲述了以罗宾、黛西为首的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随着精英律师剧情的展开，该剧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剧中蓝盈莹饰演的女主黛西是一个内心保留善良和纯真的菜鸟女律师，因为送外卖意外与高冷律师靳东邂逅，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黛西为了帮闺蜜打官司，不仅与靳东再度重逢，还在误打误撞下成为靳东的助理。之后在俩人的亲密接触中也是彼此互生好感，最后历经种种曲折，在靳东的暖心告白下，俩人不仅成功牵手，还迅速热恋。